今天分享一下这款房子的不规则走线。鞋垫正面起针藏线头，压四五个格子就可以了。把针带出来，正面压住线，往反面下针。背面对应的针孔，竖着往正面绣。线头轻轻的拉，把线头藏到鞋垫夹层中间。正面斜对角绣，背面竖着对应的针孔往上走。正面斜对角绣反针，一直这样往上绣上去，只要保持背面竖着绣，正面斜着绣就可以了。绣到下边再给它回线。绣到这一格开始回线，正针就正常的回，反针的地方回线，针从线下面挑过去。一直这样往上绣，正针就正回线，反针就挑线回。最后绣的效果就是正面压线一致，反面竖背的。